癫痫急救案例。好，这个是癫痫发作哈，没关系。你可以叫学员来看哈，叫学员来看，这是癫痫发作。叫学生来看，那个是那个翻译要看给你们找。也是按头部延时点。啊，跟脑中风处理是一样的哈。给他们看哪了？给他们看哪了？好，他眼神已经开始恢复了哈。那个红豆莱特夫，红豆包，红豆包，他现在手会来抓我，他已经清醒了哈。过了。啊，这时候再轻一点点，轻轻的，好，他已经清醒了哈。好，起来了。啊，稍微轻一点哈。所以癫痫发作哈，就是头部延时点的问题哈。好，病人现在已经慢慢清醒，稍微轻轻的跟他舒缓就可以了。来，红豆。这个不够热，再炒。来，这样。按完以后，把我们这个。按过的原始点跟他温敷。他病人的这个头部的循环会很快的恢复。那病人要跟他保暖，那个肚子要跟他稍微盖一下衣服。不好意思，用的不够热，这个比较热一点。可以，不要太热，温暖舒服。那个下面也垫一个。